道嘛，没必要把这新闻闹得这个样子。好了，大家不要再围上，不要围上。电台妹，你不要只对你家媒体说好吗？我们今天很多媒体。对啊，你不要把我们当什么？那我就什么都不说。对，那你就什么都不要说，好不好？你走了，人家不开始啊，他拖到我六点下班了、哦、啊。对啊，就是这样，说就是他不走，又不开始啊，大家都不用下班了。对，有公共的嘛。你不要一直开直播，你有话就说，好不好？有话就讲啊，赶快讲啊！我没有差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是弄到下班，我们真的没有差。你如果在意薪水，我也不会。你给我不会收啊，你赶快弄就好了嘛！你在那边一直撑着干嘛、啊？要什么帽哥？有不爽你就吐，我们都可以帮你拍，我们都可以帮你直播。要什么帽哥的嘛？有什么不高兴你就直接讲，要不要讲的？就这样。扯到下一点的，像低一点，像吗？像吗？你在那边又不说话，刚跟木头一样，可以配平台是吗？